新闻首先要来看到嘉义市的消息，副总统赖清德、卫福部部长许绥源、卫福部前部长陈时中，23号伫县长翁章梁的陪同之下，出席嘉义县嘅医师工会会员大会，现场的贵宾相当多，嘉义市长洪炳辉、立委王美惠、陈炳文、蔡依依等人拢到场来嘉宾自深嘅医师的医疗贡献。赖清德副总统肯定嘉义市人心无私的奉献，亲身颁发服务满30年、40年的资深医师医疗奉献奖。县长翁章梁也感谢嘉义市工会全力配合嘉义县口腔医疗政策，加免37家协助县府策动60活动假喙齿计划的合约诊所，让嘉义县的长者会使得到优质的口腔医疗照护。我首先代表蔡副总统，感谢我们全体在过去3年之中站在第一线，跟政府配合一起防疫，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啊！对守护国人的健康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啊！感谢大家。那是去年我来的时候，我特别感谢我们嘉义县嘉义市的牙医工会，在2个面向做得非常好。那第一个面向呢，就是儿童跟老人的这个牙医的医疗，另外呢，也对弱势的照顾不遗余力。像我今年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嘉义县市，除了这2个面向持续努力以外，又加强了2个。其他非常需要帮助的地方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夜间的急诊啊，24小时的急诊，哇，这不得了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的牙医工会长久以来支持嘉义县政府的政策，包括老人假牙，现在做了17000多个人，所以可以说非常感谢他们，如果没有他们。实际上很多牙齿的健康，我想都很难做得出来。那大家知道，实际上所有的医疗体系里面，我最喜欢牙医，为什么？因为牙医的医病关系处理得最好。所有任何一个小动作都会跟你讲，看来这样你长得会较深哦，也不要紧，今晚来被等你送上哦。每一个啊都是非常的仔细。那整个在一起的时间，有时候有一个牙齿啊。可能要到30-40分钟到1个小时，所以我们的牙医的医病关系的处理，也从这里面我学到了很多政治人物跟老百姓的关系，实在也从牙医的医病关系，我也得到很多的体悟跟领悟。卫生局赵文华表示，牙科是嘉义县上欠缺的医疗资源之一。感谢嘉义县牙医师工会张世贤理事长带领的团队提供牙科医疗照护，还有协助政策策动，对校园口腔保健、新庄社福机构牙科服务，到重大实证绿林假喙齿的装置，口腔保健医疗专车亲自偏乡来巡回，提供可进行的医疗服务，完善民众口腔的照护，让全民幸福在家。最新新闻整理，陈佳琪采访报道。亲爱的乡亲、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。嘉义地区水情严峻，面对缺水危机，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。我们可以用泡澡改为淋浴，用擦车来代替洗车，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。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，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，节水省荷包哦。